右边的零式呢，最好的是三气血。啊，九段的话速度太低。还没有出成就，把鉴定出来的垃圾啊放在前面的仓库里啊。这只是开始，不要紧啊。铺垫，谢谢阿狗，谢谢富，谢谢为你签名啊。出好东西的，如果不是军火商啊，军火商那会儿出好东西的话，如果今天能两万多能回本的话，也有分红，不要紧。再来十个，隔挡加抗物理包击，防御加法防速度20，气血抗风加气血回复效果，双隔挡一防御啊，多多少少啊，看起来是一个啊属性很丰满、很饱满的啊一个灵士，气血加防御啊两条略微有用啊。好，前面的灵士呢，每一个都是在150块钱左右啊，就是相对于戒指来讲呢啊，还算是低成本啊。前期的话还是以铺垫为主。一般来说，右边的灵士呢，140级最值钱的啊。单属性呢也就是万元左右啊，就真正的特别好那种，每一个上牌爆极限爆下牌极限爆的话10多万啊，对不对？10多万2万块钱成本也没法说是一夜暴富，所以说想暴富还得看见靠左边的灵士啊。前面铺垫不慌，来第一个防御加抗法术暴击加格挡啊，抗法术暴击，抗物理暴击加法防，法防格挡啊加防御啊，这个抗物理暴击加法防啊，这个气血加抗法术暴击格挡啊加防御啊，抗物理暴击加抗物理暴击啊，气血回复加法防啊，抗风加法防啊，法防加抗风啊，这十个零式是真的啊，真的垃圾。谢签名，谢谢富啊。好，我们搜索一下我们今天要冲刺的成就了，一样的，一样的加成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露出这四个属性啊，四个成就等会儿就要出了。好了，咱们闲着无聊的话再来一波人气票抽奖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这波拿错了一个零式，把戒指放回去啊，没到鉴定戒指的时候呢啊。看见了一个三属性的双防御抗风，抗法爆抗法爆垃圾，抗法爆抗物爆抗隔挡垃圾。好，速度24的双防御与抗风啊，虽然不值钱啊，但是也能回本个啊4个5个啊，这个配饰速度的话比正常的爆了一点，下边的防御国标是28啊，爆了一丢丢啊。可以打帮战用，能值得打8段啊，值得打8段啊。速度27的话，以上的话才能断入在，有可能打9段啊。
好了，其他零食啊还都是垃圾啊。好了，咱们这轮鉴定耳饰啊，兄弟们，从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军火鉴定啊。耳饰呢，最值钱的应该就是三法宝啊，像三分一、三速度啊，应该三速度最值钱，三速度应现在比三伤害值钱，速度全是十四，三个十四。来一把戒指啊，阿金，你这一刷礼物，手一嘚瑟，他妈都放错背景音乐了啊！感谢好兄弟阿金送的超火啊，祝你直播越来越火啊，一直能成为这个六八最好的解说啊我估计没有人能超越到了你了啊。为什么说是六八最好的解说呢？应该因为是不包含狗哥的啊，对不对？狗哥以前不进十六强，还有时间跟你们解说解说。狗哥进了十六强，一进就拿到亚军，以后要专心打 PK 了，当什么解说呀，对不对啊？你就是六八第一解说，二狗是六八说第一指挥，那银河不一定服啊。好，就这样吧啊，谢谢阿金的超火啊。来，狂暴加法伤，狂暴法伤加伤害，雾暴加穿刺，速度加雾暴，固伤封印加穿刺，狂暴加雾暴，法暴加封印，固伤穿刺加法暴，法暴雾暴加伤害啊，穿刺法伤再加穿刺，好了，兄弟们，欢迎大家收看啊，来自于星期一的《梦幻西游小儿科》啊。现在给你直播的资源叫主播带你戒网瘾啊。如果你曾经堕落虚拟，没法分清楚游戏和现实之间的差距，请来收看我的节目啊。如果你有一夜暴富，不想上班，想通过鉴定军火来逆袭的话，请看我的节目啊。看一天戒网瘾，看两天卸载《梦幻西游》啊。这波咱们的鉴定呢是混搭鉴定啊，一样来一点，不能喊啊，就鉴定军火你就跟啊好像在没有鉴定军火一样，不要吵到网易就能出东西啊。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，
注意这个地方会弹成就啊，一样的加成。刘洋把魏小五昨天出一样加成的那个啊小视频给我发一下，我们找找鉴定灵视的感觉。第一个气血加防御，第二个伤害加狂暴，第三个狂暴加穿刺，第四个法术加结果加治疗，第五个法伤加过伤，第六个气血加防御啊，速度加误报，穿刺加误报，误报穿刺加法术伤害结果，来一个双伤害一速度也行啊，双伤害一速度主行为伤害的，对不对？来个四五万块钱东西，让老板的两万的东西见着点东西，你就不能给我出个最好东西他妈法防卫的双法报啊，一法术伤害结果吧啊。刘洋给我点灵感， QQ 发给我。好了，中场休息一下啊，找一下找一下感觉。成就。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女主播啊，魅小五鉴定灵视。真是成就。真出成就啦！这个是戒指啊，我的天哪！戒指位置出成就了，天哪！兄弟们，知道是什么吗？如果你是我的粉丝，应该关注过我的抖音，关注过我的这个微信号啊，关注过我的公众平台啊。这个戒指是伤害位的啊。这个是什么概念啊？这个可能是什么呀？法报伤害位的啊，三法术暴击伤害，嗯，我们也要。属性错了我也能忍啊。伤害位的三法报多少钱？我觉得可能两万多吧啊，伤害位的嘛啊，而且还是120的。我也要，我也要一样的加成，我也要成就，给我一个20000块钱买成就，给我一个。没有成就不代表出的全都是垃圾啊！感谢喝水哥，谢谢喝水哥的60个紫水晶啊！昨天解说的时候，喝水哥就刷了60个，谢谢喝水哥啊，谢谢喝水哥啊！又是一个暗中在刷亲密度，而且你的亲密度刷冒了，一天20个紫水晶，亲密度是最好的。固伤穿刺加治疗，狂暴加法伤啊，封印加法术暴击，治疗加误报，封印加固伤啊，固报加伤害，双固伤一穿刺，可惜140级的双固伤补开已经用不上了啊，也是一个几百块钱的东西。我为什么觉得欢乐的时光这么短暂呢？20亿的钱就这么花完了，真的快啊！灵视途径还差最后的三个啊！看传音，传音又有好东西了。老王看这里，防御位的三法报，国标14。也是签名打造啊，三期也回复，戒指只有三治疗，三治疗防御位的也就是啊20000块钱国标的啊。老王，你的破喉咙有一口老痰啊，嗯，感谢邱俊空老板用一个可以直接买一个强化造型无级别武器的钱，为区内的商人们发福利，为区内的普通玩家发福利。商人是赚中间商的差价，普通人是赚的辛苦钱，跑环、神器积分、副本积分啊、玲珑积分啊，兑换的灵视书帖。老板的钱没有花掉，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存在了游戏里啊。感谢我乳哥的超火，默默手揣兜的10个紫水晶，喝水不忘挖井人的60个紫水晶，阿金的一个超火啊！这些敬秋空老板的21军火资源，最后6个，固伤法伤加误报，伤害加治疗，固伤加狂暴，法术伤害加伤害加法术伤害结果，固伤加封印加误报啊！老板给你算一下啊，24亿资源。24亿资源除以5啊啊，4.8啊，4.8乘以88啊，恭喜老板可以获得啊450元左右的零食礼包一份。嗯，
谢谢我寻六道踏轮回老板的。